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你速度讲话讲太快。太快。对，你要放慢速度。新茂哥哥，你衣服有换吗？你有换这场换衣服吗？刚刚没有换。对啊，要等灯亮哦。其实这个戏大概目前都还在准备当中，因为其实蛮赶的，你赶不到，那我觉得没有关系，大家都豁出去了。对啊，一个小时后就是发挥一下我们这两三个月来的辛苦咯，可以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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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虽然已经是秋天的晚上，但李明活动中心内却还是很闷热。阿妈不要起来。排练剧码让阿公阿妈们汗流浃背，但怎么也浇不熄他们对于演戏的热情。有时刘焕兰没办法啊，因为 不可能来这里给他开空调，又不用钱的，有地方排就不错了。这是台湾第一个老人剧团魅登峰，为了即将来到的20周年大戏，团员们正密集彩排中。讲无啊，我才去散步尔啦，我算看哦，迄台南市有几支电火条啊。走过整整20年岁月。魅登峰剧团几乎是台湾唯一还有固定公演的老人剧团。我们都会聘请不同的导演来导我们的戏，这样有不同的风格，会接触到每个导演他们的演出的说法。我们第一出戏就是演《八百位数》，在台湾演出，演完了以后在台北国家剧院演出，造成非常的轰动，引起大家共鸣，所以有人都看了都在那边哭了。从受到瞩目的第一出戏开始，魅登峰培养出许多杰出演员，在广告片中也曾经出现过他们的身影。啊，身体哪歹的，只要还可以，我什么都喜欢。那时是吴念真来台南 Q 演完，拍4个小时而已啦，蛮快的。9年前拍的，那时候播了3年，那现在又开始播，反应还不错。创团以来，魅登峰演员的年纪几乎都超过50岁。如今，大家的年纪虽然纷纷从半百朝着古稀前进，但是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老了。三百，孙阿伯搞胡嘞！哎呦，喂，大师，你是嫌太少？他不认老哦，你不要上来，他说大哥，他说大哥就好了。不可以说。我告诉我身边的人，我永远都是18岁。对啊，是这个心，心最重要。你是阿妈妈讲鼓励你啊，这么没钱，对不起咱家己哦。你看我的牙齿，里面都是假牙了。那你说咬东西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舒服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个来啊！好，不要对你着急，回家讲啊！我已经66岁啊，那你看我还是好像小朋友一样的玩得很快乐。就是啊，那我们家里那狗也在那边叫，叫唤起。耶！谢谢。魅登峰的意义是魅力登峰造极。老演员们丰富的生命历练，对演技的追求完美是一大助力。精彩的戏剧张力来自于他们的人生故事，就像《小丑与天使》剧中任劳任怨、乐天知命的小丑，正是廖清泉本人的故事写照。哎呦，阿嫂，唔知恁迄个金星啊，去帮助人的代志，小嘛知影。
现实生活中，原本只是在纺织厂工作的上班族，却得从零开始努力学习写剧本、当导演，还要挑战困难的行政工作，更曾身兼剧团负责人和团长，一做就是快十年。这些文字啊，一些数字啊，你说我们这些老人家光是个打字啊，就是头痛啊，跑市政府啊不行再跑，然后我们也动不动就是叫他搬这个搬那个，或者缺什么啦，哦，他就好像我们的总管嘛，啊，他也都默默的承受啊。虽然资深团员的人生历练可以烘托演技，大家的努力也让剧团开始打出些许的知名度，不过剧团其实也曾面临解散的危机。1993年，麦登峰剧团获得台南市文化局基金会的辅助成立，这个多由银发族组成的剧团开全国风气之先，并获得广大回响，让许多老人找到了新的人生舞台。然而后来碍于补助预算经费等因素，从2000年开始，麦登峰不得不从文化局基金会向外独立。他们认为说已经给你们那么久的时间，让你们成立那么久的时间，好像让我们自己出来发挥这样。对啊，啊，你是要睡到什么时候啦？爱起来啊，点手啊！哎呦，太惨了！这个场地哈，是这边的里长拨出来让我们演出的，我们排练的。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排练场，说来是真的很可怜啦。我们好像是那个游民。当当当当当。要跟太子要结合。前都还有唱卡拉 OK 嘞。对啊，他们唱他们的，打球打他们的，我们自己排我们的啦，不会干扰，互相不干扰啦。对啊，应该是开放性空间嘛，没办法。剧团经营克勤克俭，虽然没有自己的空间，但能够借到李明活动中心作为排练场已经很满足。没有办公室，也没有更多的经费，但为了20周年大公演，他们比谁都认真。而这场公演已经凝聚成了所有团员的梦。人家在看你们20多年的戏，你们不能随便搞一搞让人家看啊，应该做大一点，让人家会回想说，哦，你们真的成长了20多年，你们拿出来的戏真的非常好。希望带给大家愉快，让自己就是有个机会去融入其中，乐在其中，享受它。我就谢谢大家，你给我这个机会享受它。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经验，因为你在你人生里面，你一直都是扮演自己，你没有在扮演别人。那可是，在戏剧里面，你可以扮演别人。虽然前一晚排戏排到深夜，但清晨团员就陆续来到活动中心。对，好。他那个背板的话，嗯，孙子莲，我告白，包子莲。肢体的伸展练习，除了放松肌肉，也能消除疲劳，缓解压力。这位活泼开朗、总是带给人欢乐的团员叫做徐秀，1949年出生，今年65岁。我一进到那个麦登峰，我就觉得说啊，这个人真的是好有喜感啊，这个是我学不来的，我就很佩服他，他的喜感是很自然的，你就觉得说你很好笑。透过表演传达喜感，徐秀可以说得心应手，但很难想象他在还没参加剧团之前曾经罹患过忧郁症。刚开始来加入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他跟他先生有一点
嗯，这样有一点意见啊，所以他得了忧郁症。我的父亲这样被撑下了。他个人的身体状况好糟好糟，糟到不能吃不能睡，很严重。很严重状况，我一早时要买20块的素菜，但是我吃到一道吃不了，就厌食。厌食哦，物件你看物件足澎湃，你吃不落去。啊！你一天的中间，你就是一直在找病所，一直在找病所，一直在找病所。啊，无食到物件，啊，你一直在找病所。瘦到47公斤，外天旋地转。感觉讲你要排二的中间，我甲老师讲，你让我先出去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结果爱出去过哪点钟啊？我拢嘛，迄个药啊吃嘞，啊，拄有够困。哎呀，因为你的冲击，一下子的那个冲击，我那想袂开啦。啊！后来咱嘛想讲，哎，这样不行，我们这样也对不起家人。加入剧团后，徐秀借着演戏时的心灵分享以及肢体动作的放松，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出忧郁症的阴霾。透过那个培训，当然老师也挖掘你的故事，你还是会掏心掏肺地讲一些陈年往事。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諮商。也是一样可以治疗啦，所以人讲这款状况哦，至少拢爱5年的时间，真正就这样，真的五年才能够慢慢走出来啊。当然，查甫人就是安尼啊，哎呀，拢有脆弱的一面啊，嗯。不过，虽然剧团活动舒缓了徐秀的身心，但一通假称女儿被绑架的诈骗电话，却再度让她濒临失控。我是一个上有较忧郁的体质啦，啊，有时阵啊讲一件代志过去啊，啊，咱想啊慢慢啊行出来，啊，迄一冬哦，八九冬前啊，因为迄阵台湾还阁毋捌发生这款代志，啊，一通电话来，啊，就一个女孩子，伊讲妈，我已经啊，你赶紧来救我啦，啊，因囡仔重感冒啊，啊，啥物恁安尼拢听袂出来，完全听袂出来，对方电话举起来的时阵，伊就甲我讲，安怎？你查某囝伫我手内啊，啊无你即卖是要安怎？好，我拢啊规个心吼，强强要跳出来安尼。按迄刻开始，我都唔知影讲，整个情绪已经是完全拢变了啦。你就感觉讲人拢不对劲了，嘿，啊就你就感觉你足恐慌啊，足惊吓的，哦足惊安尼。啊，我倒摆跳出，你嘛感觉你足惊啊，你唔知你咧惊啥物？啊，逐工你就那种。你整个脑子里面都是灰色的啦，你有感觉哦，很不好，很不好。哎呀，人讲我被拆穿了，真正你迄个心理拢会当听悟到迄个真相啦。幸好，在家人的陪伴辅导下，徐秀才又逐渐的回到常轨。后来我觉得是医生啦哈，医生，我想医生的安慰上最重要，还有姐妹的扶持，还有妈妈的陪伴，还有儿女，哦，这拢足重要的。你若无去看医生，咱嘛不知道什么叫做焦虑。本来咱讲焦虑哈，人讲的讲你过度的担忧吼，都变成恐慌，诶，恐惧嘛，你过头烦恼东烦恼西，你就是惊。这跟小朋友一样。他把一些很棒的剧照，那时候他觉得说他不要再演戏了，他就把那个就是一个可能忧郁症的症状，就是对周遭事物都开始漠不关心，他就把那剧照撕掉。啊，我就跟他开玩笑，我就说你打算退出世界影坛了吗？我就说国际影坛了吗？你要退出这个国际影坛，所以你要把那个东西都拿掉。啊，其实当下他一直在钻牛角尖，他说对我不要再演了。在家人鼓励下，徐秀再度参加剧团活动，人生有伴并肩而行，也让他找到了向前奋进的动力。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一个赚钱，以赚钱为目的，以什么为目的，只是大家来这边分享你的快乐，来这边演戏，大家说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扶持，互相照顾啊。
了剧团活动，另一方面，徐秀几乎每天不间断的外出运动。啊，不管讲啊呐，咱人生的过程就是安尼，有着高低潮啊，人生跌到谷底哈，啊，拢是爱靠家己，上个重要，一定爱行出来。运动最重要，因为咱的情绪的起伏太大的话哈，你的肌肉是紧绷的，啊，你的心脏是扣扣轻，但是因为你透过足长足长的呼吸，吸九下，吐九下，你也当练到安尼哦，就吸。吐，啊，就这样会缓和，就会慢慢稳稳稳。我是感觉我人生有啦，起伏很大啦，啊，但是就是一坎站一坎站一坎站，拢安尼家行过来，一家渡过来安尼。虽然像妈妈讲的讲，病无完灾啦，你那个基因嘛都还在你的身子里面，但是吼，至少讲拍断手骨等都用，越挫越勇。徐秀越来越勇于突破自我，在儿子的鼓励下，他也开始尝试学习电脑。言部那个字写啊两，言部左边一个言，右边一个招，一直写两下面。啊，咱都这样子画出来。无啊，你这么画是手部啊。哥哥，按哪一个？你不要切换到，你不要切换到你的注意。也不知道啊，就按键盘就很紧张啊。我擦擦冰，你把它怕无嘛？爱教我用注音，啊你拍无，啊带找，伊阁讲即摆叫我找英文，我嘛找到要落去。啊 ，Y 里只哦，啊 W 里只哦，哦 M 里只 M 里只，几个字知道，然后你就紧张到不行，然后我这样我没有办法学啦。这一个年纪的人哦，对于坏掉东西是很在意的。那有时候像我们自己常在用电脑啊，就宕机。就重开机，还是很生气，暴跳如雷，说电脑怎么又发生问题了？所以当他坐在上面在用的时候，他就小心翼翼，包含移动滑鼠啊，包含突然滑鼠不灵敏啊，打字打错要如何把这个字消除掉，他都非常非常的在意，也非常非常的紧张，说是不是闯祸了之类，就跟小孩子很像。那慢慢的让他知道说，市府有开办推广电脑班。电脑班的老师就推荐他打字功底，然后后来就苦练啊。有一下招书，招书，招书。哎，对呢。在反复练习下，徐秀学会了打字。接着，他继续慢慢的学习如何透过网络传送电子邮件。阿哥不要回来，一阵直接叫我送出去啊。无传送啊，阿拢叫儿子帮我点出去安尼。无一阵直接叫我遐。早期他传送不是有一些动画，然后就会有一只送信鸽这样飞出去。然后我阿公，你只要看到那只鸽子飞出去，就是表示说信已经寄出去了。俗话说，熟能生巧。现在的徐秀打字已经可以不看键盘，他更学会利用部落格发表文章。也懂得经营脸书，与亲朋好友们联系感情。啊，没困困没去，串工工会去，啊，时光时没去，啊，那是前阵子的那个分享，我都看到了，好，我来分享，因为我有共同的兴趣。对徐秀来说，身教永远重于言教，他的生命充满着利他精神。这也让一双优秀的儿女长大成人后，传承了自己乐善好施的性格。我是就是2011年，两年前的。那当时一个月赚下来了不起，才10000多块，甚至不多。可是他可以这样固定再捐出个几千块，去帮助可要帮助的人，还要照顾孩子。啊，就这样一路上很辛苦的走来，后来我就想想说，啊，这是怎么活过来的，很厉害啊！他其实说我在学校表现是好的，我也有被影响，所以我就说我也有去认养了那个世界展望会的那个两个孩子，妈妈也帮这些国外小朋友做了一个册子，我觉得身教比言教来得好太多了。这个机构都会定期到某些地方参与办一些营队。
受到母亲爱心的感染，徐秀的儿子也热心回馈社会，担任非政府组织的志工，并常常参加送爱心到偏乡的活动。这个是小朋友的家。嗯，现在孩子有一些你也知道，丢了也不想去找，反正爸妈会买新的给我，那些文具都很棒。他整理之后就跟妈妈讨论，就把他送到偏远地区给孩子。这个也可以啊，哈，都很不错啊。八八风筝那个时候送最多，还有棉被，哦，锅子，甚至这个锅子也是，啊，有够了我就赶快送出去。哎，当然呢，一箱啊是一袋啊，我来还送出去安尼啊。这天，徐秀来到平常担任志工的祈福物流站据点。七八成新，我就来扎过来，我阿豆在家做跳蚤义卖，然后我上课学员呐，会下伊就请等，我那边先来试验，还是直接要请等，啊，你会使你来钱落到公对上，还有一些见效专款用这样子，啊，所以这物件讲起来就是拢大家会发心啦，哦，啊，这点啊，人讲点滴成河就是安尼。一边整理二手玩具及包包时，徐秀巧遇了认识自己的观众。来，师姐跟着你很高兴，看你看，我们哪里来看？就看一些，我拿宣纸啊，宣纸啊，谢谢啊。嗯，真的就是把我们就从年纪很小的啊，到长青班年纪这么大的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，全部都一网打尽了啦，超有魅力的，每个人看到他都是五体投地。啊，有功啊！你们搞完不去，我要加，大家好好迎接了。你们搞完，你们搞完。其实徐秀因为长期自律神经失调，遇到突发状况时还是很容易紧张。安尼我就是爱啊，对啦，计讲，计讲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。但是为了剧团二十周年大戏，他还是一再准备、练习、运动来缓解压力。剧本上，徐秀则是做了满满的记号，希望可以将台词内化成为舞台上的自然语言。点点，手吻 ，Goodbye。嗯，安尼看了看，我看透对了。嗯。这位表情呆滞的演员叫做方兴发，正在诠释剧中人物内心茫然的处境。他是剧团里另一位活出精彩、引发人生的长者。方兴发出生于1949年，今年也是65岁了。他因为个性容易紧张，从小就深受讲话结巴之苦。我来替他发言，好吧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十多年前了，他台词都念不出来，而且打结，然后就忘词，因为他太紧张。那时候我们排戏的人感觉哦，好痛苦，那怎么排他的戏啊？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嘀嘀嘟嘟这样讲不出来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说很快的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，听的人很难过，他自己也讲得很难过这样。方兴发加入剧团后，虽然透过表演训练大幅改善了口疾问题，但他偶尔还是会到海边对着空旷无垠的大海练练胆量。啊，人会安尼经过哦，有阵我带念来，讲这个唔袂做阿大。啊，大家有滴啊看，啊滴啊看，我嘛一个念，啊念我嘛念了有当量啊。他
谈到口疾，方兴发回忆起20多年前的一段记忆。当时的他白手起家，盖了一间1000多平的工厂，但新厂房落成上台致辞时，却发生了让他万分难堪的往事。你刚开始面对千几个人，大家拢看我，拢有熟悉啊。我家己这阵紧张啊，就当我脑袋空白啊，就当我袂，我唔知你讲啥，我所背的台词啊，拢我袂记住啦。啊，就下台啊，啊下台，较早拖啊摕演讲稿看看。啊，含家己背物件背甲，让我搁倒去，这我真的很大的打击。这样的打击成为方兴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与遗憾，但是他没有因此退缩。报名参加魅登峰剧团后，方兴发的口疾人生终于开始出现了转机。他自我要求，他非常认真用功，甚至于什么排个戏下来满身大汗，他非常的紧张。后来磨练以后呢，不紧张了。他非常的努力，每个剧本他都会把属于他自己的要说的话，他都另外拿个纸给他抄起来，小抄抄起来，然后去背。然后有的时候如果说没有时间过来排戏，他也会用电话来跟你对戏这样子。他会接受别人的意见，跟他讲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他都会接受。方兴发利用演戏的机会，克服了自己的口疾障碍。另一方面，他更积极参加台南市口才协会。我较侪话，我感觉较歹势。啊，就是你三分钟，但讲无讲无九分钟，下面两分钟，你得就那么点话听，因为我无逻辑，我没有方法。两三摆，我就想要无爱去学啊，因为我想来真娇娇，无爱唔敢来。啊，无来时喏，所以我有一个朋友，那真好。会打讲啊，来来啊，来啦，来拢饿啦。我讲我惊笑啊，你看人有打笑。我讲的都当头昏过样话，听着好啊，要打笑，害我说拢都唔敢讲。出这个物件无你啊饿，要来塞啊。伊咧讲的哦，偷偷咧讲，偷偷都啊踢踢踢踢踢踢，啊才个讲伊讲伊正的来，就对了。唔是讲一空，像咱讲的一个手都讲出来。那下来是我那有物件哦，啊讲不出来呢。借着高强度的说话训练，缓和自己容易紧张的个性。那盲点你也当突破吼，安尼来就轻松啊。所以那无迄个朋友打过来，讲叫我来哦，实实话讲要叫我讲国语，去上面去，我就放弃，我就无学啊啦。啊，所以我从安尼学的时候，我感觉我人愈自信。下了一番苦功，突破个性上的缺陷，慢慢的，方兴发讲话不再结巴，演技也收放自如，更加精进。这车票呢？这又在要去买，买在台湾的。靠着苦练，方兴发的演技越来越好。他从没想过，口疾居然也能上台演戏。好了好了，口疾发的绰号渐渐地被取代了，后来朋友们都改称他为方董，或者是发哥。参加剧团后，口疾以及容易紧张的毛病，方兴发都一一克服了。而他的性格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改变，那就是原来的坏脾气变得柔软了。那我这才才到亮点的哈。安怎子干？哎，有啦有啦，这摆有啦，来来来。真行啊！那我爱一个青药啊呢，一个青药还好呢。我打算买三盒去。嘿，啊，你煮个口味口味？没啦。没有。嗯。那我这看看的哦，咱当然做福建。好好好。来来，我收我收。我家福建的工资。好。好，我安呢。好安呢。你等下。我
感觉上感动的所在哦，就是因太太哦破病的时阵，伊个病吼算讲癌症就对了，爱甲顾好，真正不离不弃，顾因太太顾到几十冬的。伊安尼食药啊，做化疗，啊去食药，伊化疗是足艰苦呢。伊讲若一波化疗等下，用啊无，亲像讲几万只狗牙咧踅呢。哦，啊，佫规身躯安尼，着痛到啊，你唔知要哪安慰啦。你要替伊痛嘛，无可能啊。啊，所以咱着真正有当时啊，看伊安尼，咱嘛是目屎都挡袂掉。到阮上细汉个带了哦，感觉伊工课已经做完啦呢，伊着无去求生意愿，着转去啊呢。时间过啊足紧，人个迄个痛吼嘛，咪爱记住嘿。其实，方兴发的人生也像是一出戏。我太太倒落迄阵，我的心情也逐个都歹，还佫煞落。公司迄阵拄啊刚提哦，大起大落。迄阵我公司嘛发生迄个经济上的困难。我一心人欠外钱嘛，欠啊足济呢，几亿个哦。啊，所以咱爱想会去看会开呢。啊，所以咱这属于艰苦钱的。啊！当买的唔敢嘛，唔是办法啦。经营企业，除了财务被朋友拖累，在经济不景气下，白手起家的金属公司也荣景不在。一阵我公司真正都来倒闭，我太太安尼啊，公司都倒闭。啊，倒闭的时候，咱无十分，咱无要欠人，我就含清算了的时候。我先行三成，剩的七成我去稳安行人，啊，就是我就感觉我对啊员工嘛爱交代嘛，伊嘛是要去食饭的嘛，所以我就讲，我过来做，靠我从东山再起嘛。现在他把事业交给儿子。我从我工厂，我还来囡仔去用较细经的，用较细经的。啊！迄个我个人的时阵，我个人拄啊含一挂朋友吼，拄啊摕迄个汤包啦、冰机啦。啊，因为是迄、那个，迄阵我咧卖冰机，啊，因为我流汗，啊，流汗吼，我感觉进工厂那时候我系朋友的工厂，啊，我想讲我入去看的，阮朋友无伫遐的袂，还是因内底煮饭，还是因太太因可能唔捌我，我入来时煞。我看伊伫遐，啊，看伊，我就头啊，我无了用我试试，啊，就买冰，安尼，啊，伊即摆吼，伊要听我声是毋是？拄啊按帽啊，打按帽啊，拄啊打擦用较悬，拢会崩荡的。伊睇伊卖冰啊，伊睇落撇干安尼啦，打讲一句话哦，啊，毋过伊阿讲一句话是很伤人嘛吼，啊，毋过是我就无感觉安尼，我无感觉讲伊一句话伤我啦，我是讲。因为我咧卖冰的时候，我也无去人偷啊，无去人抢啦。你讲到你要冰啊，我阿叔是来咧，那个条件面啊，啊，所以一到下雨，他就感慨很深呐、啊。以前当大老板是这样子，那现在又看到人的话，他是不用躲躲藏藏，只是说对方看到他的时候，会反而有一种人，就是说。就是冷言冷语这种心态跟他讲说啊，崩蛋，你今嘛他也在做这啦，啊，他也进警察喽，啊，那下后今嘛又回到这种小小的生意这样子，他也不会说他的情况这样子的话就自甘堕落，他不会的，他也是学习啊，透过很多管道啦，包括就是做小生意啊，还有说一些比较有对他帮助的课程的话，他都会去积极参与的。卸下老板光环后，方兴发决心终身学习，积极参加各种社团，他还拨出许多时间参与公益活动。哦，我这团搁这弄骨会做舞，会做骨团呐，搁一个拍龙趴会做骨啊，会做骨哦。娱乐自己啦，啊，快乐别人。会做鼓，人卡汉你看到，啊，不过就是拍起来，迄个声音啊，真的很澎湃。啊，所以你心情的时阵，激昂就对啦，靠阳光啦。大家在拍鼓的时阵哦，是忍耐，啊，不过
那练就是袂太久久，一定爱停停。我大家练到都有精神。所以阮在60岁以上啊，吼，阮内底年纪也比较大了，快80岁了呢。阮就是拢去许一寡老人院啊，还是社区啊，还是许就感觉有需要阮的，阮就义务去表演给因看。不断的学习，做公益，拼生活。方兴发每天行程满满。人生嘛是起起落落啦，当然是啊，咱就有法度的时阵，那嘛是爱对社会付出啦。大家拍拼吼，这几年来吼，啊，就做人真贴心啦。伊若有啥物代志，电话甲卡咧吼，爱随时就到，做贴心，做人做好。啊，你即马呐，拢浮流四海咧讲结识咧。嗯嗯，对对对。啊，所以他暗时啊吼，他啊正10点吼，大家体力不休吼，啊，搁安尼袂搁伫咧经营吼，甲看做讲吼，毋知老钱将至吼，也搁伫遐默默咧耕耘吼，伫遐咧付出。没呀没呀。而晚上回到家，他还努力地继续揣摩20周年大公演的角色。我在这里跟你们道歉。台词一下出来了，我自己又抄一摆呢。阿英讲，你去抄要台啊？你字较水呢？无啦，因为伊个台词是拢国语个嘛。我感觉我抄兼背吼，我可能会加强我的记忆力。无迄是拢有剧本个，你看我剧本哪个写？我伫伊个台词，安尼硬背到安尼拢足熟个啊，拢记哩头壳内。安尼讲吼，我安尼食骨溜呢，袂讲大字安尼。一头推理打滚。像181年的一坨颗粒散发出浓郁的一坨香，像 QQ 的奶冻。哦，天哪，太完美了！看剧本啊，啊背剧本，啊你背的时候看我的迄个讲话语气啊，还是咧表情，笑有够无？太是安尼啦，代志太咧发生啦。我唔甘愿啦！那你悲伤的时阵是安怎悲伤的较有够咧？嘿，啊，若无我家己去加强啊呢？大太咧发生的啦，你敢不应该你敢知呀？大公演的日期渐渐逼近了，剧团的成员每个人都卖力地挥汗练习。除了更密集的排演之外，为了节省经费，一些从学校便宜租来的舞台道具得先寄放到李明活动中心预做准备。有够无路用啦！吼，你搬有物件时喏，去叫种用钉啊敲着啊！对哦，安尼危险嘞，吼！嘿，正时事啊，即摆时事。爱处理一下，无惊迄伊迄钉啊哈垃圾吼。是哦，安尼好啊，我安尼我就想来洗洗哦，我怕破皮着啊。是嘛？哪个吹？他进去了。他先处理的手。他的手刀。即使手受伤了，方兴发照样参加排演。因为下午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行程要走。身为银发剧团成员，大家似乎更能体会老人们的寂寞。最近几年开始，魅登峰剧团
常常会到各个老人养护中心以及医院义演。他们除了关怀老人，也希望挥洒自己的活力，鼓励每位长者。那个高祖爷嘛，你想起咱家开心，对咱妈妈心。你看，我们每个人回馈公益那份心，去做那个关怀，付出爱心，是那么可爱。高龄已经90岁的麦登峰老团员陆琪也加入了义演行列。每一次的义演活动，团员们也都会加入歌唱、舞蹈，让台下的老人们能够有参与感。因为每个人如果都会这样走这条路吧，看你们走到这里啊，也是蛮感触也良多的。如果能够多关怀一些他们的话，让他们看见我们都很高兴，然后是一直手拉着手不放，我觉得非常感动。经过了3个月的彩排，麦登峰剧团20周年大公演即将登场。所有团员都来到剧场做最后准备。经费有限，团员这次依照往例一样得各自张罗自己的服装与书画。我不要画黑眼圈，不要画眼圈，我要画这种就是比较花式的，就是有点比较魔幻的感觉，不是你讲说好像死掉黑眼圈，苍白的，银白的哈。今年申请的钱是很少，因为文化部今年申请不到钱，因为他说要演15场才会给我们钱，所以我们只有申请文化局8万块而已，所以我们要贴10几万下来。再一次，徐姐，你都没有接到他的戏啊！你来搞到啥？看他的关系，感情出问题哦。停，徐姐，你太快了，出问题哦！他话都没讲，你就跳起来，表示你太预设立场了啦！再一次趴上去，有时候念他们，他们都完全接受。哎，对，真的没看到？对，有，他们说，对，他们是长者。对，还蛮不错的。然后我也问他说，这样讲又不好意思，他就说不会啦，这个，他想要更好。其实他们这次演戏还有一个点，我觉得比较不一样，就是他们演很久，可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期许是很高的。他们跟我说，老师这个角色不行啊，我要更演更好的角色，所以你念他什么的，他是完全接受的，是完全哦。我说导演、老师一直叫，还有不好意思，看到他们这么有活力，就觉得说太可敬了。你要匆匆忙忙。然后你要走过那个前面那个地方。对于历史性公演，导演与团员都有着最高标准与期待，希望可以呈现出最好的品质，因此彩排场地进度稍显落后。对。从早到晚，长时间的等待，让这群敬业的演员相当疲累。经费拮据，让剧团的经营日趋困难，而老干逐渐凋零，团员也年年减少。不过麦登峰剧团每年都坚持至少维持一次的大公演，这出20周年大戏，导演、编剧、卡司阵容坚强，未演先轰动，连续4场的门票很早就被索取一空。舞台布置进度落后，又遭遇第一次没有机会总彩排，但只要站上了舞台，还是难不倒这些身经百战、
拥有硬底子功夫的团员。那贵妇是飘飘啦，这算是真准啦。不过吼，一分钱一分货，这礼金我那不少哦。啊，这事你就放心好了。我虽然不是香港首富李嘉诚，可是这点小钱，你放心，我们兄弟拿得出来的，你就算了啊。我那我靠，错招了。这场表演依旧精彩万分。有三四个，每一个都非常的厉害。你张长你那个桃花吼，无简单哦。时光匆匆，一转眼。梅登峰剧团20岁了，这个台湾第一的老人剧团，演员们来来去去，离开的挥别了人生舞台，活着的则是继续舞台人生。难知影有人要照顾，阿你看，他都回不来。这出结合人生悲喜故事的大戏还会继续不断地演下去，就像徐秀、方兴发一样，银发团员们个个活力不老，更把握每一分光阴，努力学习，活得快乐，演出精彩。或许他们的人生就如剧团名字《魅登峰》一样，青春魅力将永远登峰造极。